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引有人失足犯罪的事不可能不来，但引人犯罪的人有祸了。若他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失足犯罪，倒不如把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，抛下海里更好。你们要注意，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，你应斥责他；如果他后悔了，就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，又七次回头过来对你说，我后悔了，你必须宽恕他。于是宗徒们对主说，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。主说，如果你们的信德像一颗芥子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连根拔起来移到海里去，他也会听从你们。上主的话。